凭什么说你是女的？拿什么证明？掏出来给我看看。嗯？干什么？身份证啊？哎呦我的妈！大，无论是空间还是后备箱，它就是一个大。大，你的梦想有多大，因素就有多大。大姐，嗯，问你个问题。嗯。口上有口，口对口，人上有人，人对人，猜两个字。还玩呢，媳妇儿，走。咋的了？你四舅住院了。那咋整的？你四舅你还不知道吗？没啥事就愿意东涌，游着游着裤衩游没了。你说你倒是上岸呢，你狗刨是上岸也行，他来个仰泳。那咋泳不行啊？能上岸就行呗。是，没等上岸呢，来个鱼鹰，嘎巴一下子，哎呦，咬掉了。啥玩意儿咬掉了？哎呀，别说了，快走吧。对了，忘了告诉你，一会儿到了先别叫四舅了。别往他伤口撒盐了，你别笑。男人只要一接吻，那手啊比导航还准呢，以最快的速度放到该放的地方。哎呦我的妈！风流的女人露胸露大腿，你觉得她很美，给她支持，给她点赞。那我今天想问问你，像我这种什么都不露，会做饭会做家务孝敬父母，自己又会打工挣钱的，你们觉得我这样的美不美呢？38岁的我和公公同睡一个房间，这一睡啊就是5年。事情啊是这样子的，因为啊我老公长期在外地工作，一年呀也回不来几次。我婆婆呢一直给我大姑姐看孩子，我大姑姐呀有正式的工作，没时间带孩子，于是呢家里就剩我公公一个人了。我公公身体啊本来就不好，高血压糖尿病，有一天晚上啊突然发病了，赶紧送往医院。经过检查呀，医生说是脑血栓，他的一个腿呀没知觉了，从此就瘫痪在床上了，卧病在床上不能自理。我老公呢在外地上班，没法回来伺候，所以呢我实在放心不下他，于是啊我呢就把我公公接到我们家里来了，我替我老公尽孝。老公不在家的日子里呢，我一天给我公公做3顿饭都不带重样的，端茶倒水，端屎端尿，洗衣服，这一干呀就是5年。我跟我老公公啊住在同一个屋里，为了方便照顾我公公，我就这样坚持了好几年。街坊邻居来了呀，看到我公公啊就说，都说你这个老头子啊怎么摊上这么好的儿子和儿媳妇呀，你这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啊，这真是难得的好儿媳妇啊。屏幕前的家人们能不能给我点个红心和加号支持我一下呢？其实说实话呀家人们，真的是啊，孝子床前一碗水，胜过坟前万吨灰，门前有车不算富，家里有老人便是福啊。我希望屏幕前的家人们都能够孝敬公婆，和家人和谐相处。家人们你们怎么认为呢？评论区聊。姐啊，问你个问题，在中国有一个地方它永远不会倒闭，你知道是哪吗？嗯，银行。不对。嗯，医院。不对，你再想一想。那是哪？我从来不麻烦别人，但我今天要麻烦你一下，麻烦你告诉我你家是哪里的，你今年多大？女人三更半夜想男人会发出哪些信号呢？作为一个男人啊，我觉得你有必要知道这一点。今天呢，我就将我们女人的这个小秘密啊，全部都告诉你。有3个信号，特别是3个非常的准，听好了。第1个，忍不住开口约男人出来见面吃夜宵。第2个，忍不住给男人打电话发视频。第3个，忍不住看男人的朋友圈，看他的照片。朋友，你想不想找一个温柔体贴的女人一直陪在你的身边呢？如果你想的话，今天我告诉你一个好技法，真的不需要你花钱投资，不管你今年多大年龄都可以。点我左下角这个小方块，蓝色的，点进去就可以看到电话号码，你什么时候有空就什么时候联系，可以语音视频，在这里啊，你想聊什么都可以。捧捧心动，遇见懂你的有缘人，附近美女，视频约会，告别孤单，
浪漫升温，爱意狂欢，真实交友，就来鹏鹏交友直接开聊吧，赶紧点左下角连接下载吧。我怀孕了。不是我，咱俩都离婚三四年了，你怀的哪了，你能憋这么长时间呢？不，再说了，我现在也有家，我孩子都已经两岁多了，你这太影响我生活了。我告诉你，你这肯定跟我一点关系没有。你叭叭完没？咋的？我来找你，告诉你我怀孕了，就是想告诉你，当年那个不孕不育的人是你。那怎么可能是我的原因呢？我现在孩子都两岁多了，那如果要是我的原因的话，我儿子哪来的？那怎么可能是？你知道工地上的男人想老婆了，该怎么办吗？今天我就跟你实话实说了吧，我也不怕挨骂。他们不敢说，我来说。其实我们都知道，农民工出来打工，一年就回家一两次，常年见不到老婆。提起这个问题啊，我们很多农民工都感到十分的心酸。如果说你也是单身，是真心想找一个温柔体贴的女人陪伴在身边的话，今天我告诉你一个好地方，不管你多大年龄，也不需要你花钱投资。你看到我视频左下角这个小方框了吗？点进去就会有附近的单身美女主动找你聊天，你看得到电话号码，圆圈上有很多单身人士，不用加好友，一见就能聊。想找对象的点左下角试试。你知道女人喝醉了最想干什么吗？今天呢，我就悄悄地告诉你，这个时候的女人呢，一般比较兴奋，也会很大胆，会做一些平时想却不敢做的事儿，而且说的都是真心话。所以说追女生呢，一定要瞄准时机，就在这个时候下手，速战速决。那么你想不想找一个温柔体贴的女朋友陪在你身边呢？今天呢，我送你一个老婆，你想要吗？左下角这个他去，上面都是很久没有找过对象的单身美女，关键是同城，聊得好还可以约出来见一面，不是开玩笑的。你能看得见电话号码，想什么时候联系就什么时候联系，先视频后见面，脱单率比较高，想找对象的快来试试吧。不惜女月只穿一个字，聪明的高手评论区里见。大家好，先别划过去好吗？感谢您点开我的视频，我想跟你要颗红心，您帮我点亮红心，点个关注好吗？我是来自农村的。开始你的表演。水有源来树有根，羊儿咱之母亲盼子女长成人，买楼娶妻报岁岁，买菜做饭接学生，从来不插班分文，一生积蓄都花尽，心甘情愿为儿孙，但当自己年老爹娘枉为人，怀抱娇儿你想想自身，不是父母呵护着你，你又怎能长成。你这首歌唱得太好了。